我坐在这儿吃猕猴桃，看见我妈把那个葬花营的斗篷放在栏杆上，超级大。我给你们看，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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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大？我的天哪，我感觉房子都要被它罩住了。这斗篷有做的这么大吗？我感觉我可以把它拿来当被子盖了。妈，我睡了。前面是什么鬼啊？洗洗眼睛。